大家好，这里是 Syringia。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LOL 惊喜蛋第三代。我发现这个惊喜蛋它跟之前开的不一样，玩法也蛮多的，感觉很有趣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开吧。开蛋时间，开之前先介绍这个蛋吧，它总共有九个惊喜。第一个惊喜神秘讯息，再来贴纸、鞋子、衣服、水瓶、配件，还有纹身贴纸，再来拉炮，最后呢我们就能拿到娃娃的本体咯。它的 secret message， 一个可爱的太阳跟一个亲吻感的嘴唇，我们来看看是什么讯息呢。 Sun kissed，应该是阳光型的孩子吧，跟之前一样有变色、吐水、尿尿、哭哭，这次都加了一个问号哎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期待一下吧。是纹身贴纸，上面有贝壳的造型。它这个好像是什么新闻法的样子耶。转了一千年以后，这样开眼镜、鞋子、衣服、瓶子，拉炮时间开始拉咯。这惊喜也太大了吧。好的，来开包装咯。哇，又是小黑肉，哔哩不噜蹦，穿好衣服就是要喝水水，开始喂它喝水咯。巨牙总结时间，好的，到我们的总结时间咯。今天开这个转转转惊喜蛋，其实真的真的很有趣。多了拉炮的惊喜，想必买来玩的大家应该觉得很有趣吧。那我们的影片也是要到最后了呢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喜欢、订阅跟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童稚心让少年知道真正的自己，罪恶难耐抵过障，无心的将你在可爱少女身上。